哎，有碰到。这是有碰到声音吗？有啊，有碰到。哦。有位，我们刚才去借的，这是木棒，没有啦，那一只啊，我们刚去借的，很重吗？你看我都会受伤这边，运气啊。对啊，真的有140啦！我看到那球。我原本是要去买红酒喝的，啊？我原本晚上要喝红酒睡觉的。哦。那你不是要拿木棒打？对啊，还用了劲。我觉得你右打打比较好哎、欸。